聚餐小酌一杯黄汤下肚，很多人都有身体变暖的感觉。慢慢小小口喝的话，那身体就会比较热一点。刚刚喝完的话会那阵子会的，就是胸口会热热的。喝酒暖身的观念在寒冷的天气更常见，但究竟酒精是不是真的能御寒？这种高浓度的东西来讲的话，当我们身体黏膜的部分，那因为产生水分跟浓度的差异的，那这种会刺激到我们细胞，会产生一些局部的发炎反应，会觉得热辣的感觉。澄清错误观念，喝酒不是让身体发热，感觉到热是因为身体在发炎，甚至酒精还会影响体内维生素代谢。我们脑部其实是需要大量的能量的，那如果喝酒喝多了，那 B 群比较缺乏，维生素 B1 比较缺乏，甚至会有脑部记忆的问题，脑部的损伤这样子。保暖还是需要靠外在添加衣物，尤其是心血管患者或慢性病者更要注意。大家新闻来宾林欣宏台中报道。